众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非常感谢大家参加华府京剧之花2020到2021年的云课堂京剧汇报演出活动。我是京剧之花的翁旭元，非常高兴能和新老朋友在云中再次见面。新冠疫情已经持续1年半的时间了。京剧之花在这1年半当中，已经举办过很多次的云中活动，包括系列讲座和中美两地艺术家大型云端演唱会。我们的每一次的活动都得到大家的热心支持，我们内心是非常感动，也衷心感谢的。京剧之花是在2013年成立的，到现在已经接近10个年头了。在这10年当中，我们为让京剧在美国能被更多的人了解并欣赏，做了不少事情，也得到大家的支持和肯定。因为大家的热心，我们才有动力在工作之余继续投入时间和精力，举办更多的活动。今天的活动呢，我们同样得到了不少老师和朋友的加盟助阵。今天晚上的主题是汇报演出，您将会欣赏到不同流派的京剧唱段，还有京剧的水袖舞蹈、旦角身段和武生工架表演。这次参加演出人员的年龄跨度是从4岁到91岁，将近1个世纪，这是非常难得看到的。其中有91岁的谢荣章老先生一家四代的参与。我们还有不少新学京剧的朋友，他们在这1年里默默的用功，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他们的进步和成绩，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他们的努力。今天的节目呢，是分为3个板块，第一个板块是春芽破土，主要是展示我们新学员的学习成绩。第二个板块是繁花似锦，展示华盛顿票友中坚力量的实力，还有第三个板块是轻松不老，您将欣赏到票界奇宿的拿手唱段。所有的清唱和表演片段都是为这次节目特别录制的，有不少片段是经过好多遍的录制才定稿的。我要在这儿特别感谢京剧之花团队的成员黄秀茹、王梅、谢小贤和如燕。他们为今天晚上的节目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心力。其实呢，每一次的活动，他们都是一样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地处理每一个细节，为的是让大家能够看到高质量的节目。非常感谢他们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请大家欣赏第一个板块的节目《春芽破土》。这个板块总共有8个节目，请欣赏。听我言，哪有？
这一封啊，是新来的交，天之皇中称功劳，但你在隐瞒。三军叫，大小儿郎听歌鸟，抛铜鼓战反造，儿铜鼓惊战袍，三铜鼓到赤桥，四铜啊鼓把兵叫，上前国国举忧伤，退后难免迟一刀。三军于野归营号，到明天午时三刻，要成功得告。
杠抬抬杠抬抬杠抬抬杠抬杠。Oh!
是thank you.
节目《苏三起解》唱这一段的小姑娘的名字，她叫张笑瑜，今年4岁，她是华府票界奇宿谢荣章老先生的曾外孙女，也是京剧之花成员谢小贤的孙女。拉琴的谢承启呢，是谢荣章先生的孙子。谢家在之前呢是3代票友，现在有了笑瑜小妹妹的加入，就是4代票友之家，那是非常难得的。小野口荒太先生展示的挑滑车，那是一套很繁复的大武生的身段。荒太呢向赵飞老师学了4节课就拿下来了，那不是很多人能够做到的，非常不简单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第二个板块的演出《繁花似锦》。这个板块有6个节目，是华盛顿票界中坚力量的展示，请欣赏。
都父亲，你家你的小船引你无间，每一次危难你都想
大家好，我是叶鼎，今天为大家献唱一段《春闺梦》的二六。今天很荣幸地请到了王善伟先生的京胡，徐仲立先生的乐琴，丁玉玺先生的小锣，唱得不好，请大家多多的指点。
的唱念做打四功五法是每一个专业演员必须掌握的。那么对票友来说呢，绝大多数还是以唱为主。我们京剧之花的成员都是票友，多年来呢也一直在非常努力地提高我们的演唱技巧。刚才您欣赏到的黄秀茹、谢小贤、王梅的演唱都非常规矩。表演身段的是如燕，她是京剧世家出身，她的身段表演也是非常规范、非常讲究的。我们也要感谢叶鼎先生的《春闺梦》，他的程派很有味道，还有袁小芳先生的《金歌》《情愿》，那非常带着感情的。现在就请大家欣赏第三个板块《轻松不老》，这个板块总共有五个节目。Yeah.
不要好汉换酒老战罢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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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才大家听到几位资深票友的演唱，可以说是功力深厚，韵味醉人。薛振基先生和谢荣章两位老先生，他们今年都91岁了，毛先荣老先生也快90岁了，毛太太支玉珍女士和宋广祥先生两位呢，都已经80几岁。这些耄耋老人，他们很多都很久没有练唱，但是这一次演出，他们一开口，嗓子和味道，大家都能感受到非同一般。我要说，这几位都是京剧之花成长路上的贵人，他们对京剧之花的理解、支持、鼓励和包容，让我们常常感到非常温暖，非常感动。京剧之花是一个很年轻的组织，我们几位票友在公于宣传京剧，每一步都离不开这些长辈和很多专业老师的帮助和指导，所以我们特别制作了一个大约4分钟的视频，表达我们对这些老师们的感谢。同时呢，也感谢今天晚上乐队的成员，没有他们的支持和付出，我们的节目肯定会逊色很多，感谢你们。